大家好，我是阿辉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款 SMK 推出的全新的安全帽。那这个帽款呢，它在它的官网上面标榜它是一个问题解决者。我们来看一下它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吧。首先第一个呢是台湾夏天非常热哈，常常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会热个半，这个安全帽提供了非常好的解决方案。首先第一个呢是它的内衬设计，它是用一个热压的方式哈来做它的安全帽内衬，所以在这种全帽的这个设计上面它会有一个厚度在，那就可以提供我们的空气啊在里面流动，会有一个很有效的效果。那第二个部分呢，一般的安全帽在保丽绒的部分呢，通常会做成这种平，完全是平的一个设计。那这种它有挖沟槽，那我们这种叫做热板结构，这种设计呢，它可以很有效的那提供你的头部啊有一个空气可以流动的一个效果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在受到撞击的时候，伤害可以分散到其他的区域，所以在设计上面呢，这个安全帽它有一个前面的正压进气的进气孔，那空气进去之后呢，就会在这个气道里面做流动，提供一个很好的散热的效果。第二个部分呢，跟广大的女性群众相关，我们通常在使用安全帽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脸部会分泌皮屑跟油脂，那在这个情况底下，如果你不常洗你的内衬的话，它就会发霉，那再来就是你的脸会容易长。那这个安全帽它很特殊，就是它跟国外的这个知名实验室啊合作了这种所谓的树脂内衬，那它是一个低敏抗污的材质，在使用上啊，如果你的内衬啊没有真的没办法很常洗的话，那它可以降低过敏。那第二件事情就是，如果你很常洗的人，你会发现它比一般的内衬要来得更容易清洗干净。如果你常常在做医美，那也很容易过敏的人，你可以买这个安全帽，它的内衬是一个特殊的低敏的材质。第三个，那我们现在去外面买安全帽，其实大家都会不想跟其他人长得一样。这安全帽它有可以自由搭配，形成你自己的风格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它有三种就是外观上面的差异。第一个是这个，它可以装这种镜片，如果你是骑乘上面比较需要舒适度的人，那你比较需要遮风挡雨或是怕虫子撞到脸啊，旅行啊，那你会用这种镜片模式。那第二个部分呢，是它其实有附赠改装的盖子，它可以把这一个部分替换掉，它就可以变成这种没有镜片的模式。那第三个呢，我本人最喜欢的，它也可以搭配这种风镜，三种模式可以切换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它外观上其实有蛮多配件可以选配的，像是你可以选配这种颜色，把这个环替换掉，可以选像这种螺丝啊，把这个也换掉。那再加上它的花色有非常多种，就会有非常大概超过100种的搭配。第四个呢，是这个毕竟是一个安全帽，所以我们还是会很在乎它的一个保护效果。那这个安全帽它的外壳的部分呢，它是用 ABS 常见的一个安全帽的材质，那在吸收伤害上面来讲是非常优秀的。第二个部分呢是比较特别的，因为它有通过欧盟的认证。那欧盟相较于台湾的这个安全法规上面来说，他们很重视所谓的侧边撞击这件事情。所以如果你看到第一眼看到这个安全帽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这个帽子有点大哦。可是实际上你把它翻到正面上来看，哇，你就会发现它的两侧其实是有保丽绒的。那这个保丽绒相较于其他同级的产品来说，它的两侧大概就等于其他品牌的头顶的厚度。那有些很多国产的品牌，它是甚至没有两侧的保丽绒。那在头顶的部分，它的这个保丽绒的厚度是一般安全帽的两倍厚，所以在这个保护效果上面是更加倍的。最后一个部分呢，是这个安全帽它的这个保丽绒设计啊，它是做所谓的热板结构，所以在吸收伤害上面来说，它可以很有效的去做伤害的分散。第二个部分呢，我想要来特别介绍一下它的镜片系统。这个安全帽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哈，是我们在骑乘的时候，如果你遇到下雨，那你就会发现这个水在流到这个底部的时候，它会直接滴到你的胸口，或是往安全帽里面喷。但是它这个安全帽它做了一个这种弧线的设计，有一个弧度，你在水或是风撞到你的镜片的时候，它会往这一个弧形的地方往后跑，它会导水，它会导风。所以你在骑乘的时候，你稍微有点速度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水一直往后跑，它不会滴到你的胸前这一块。那这个在骑乘的时候舒适度会差很多。那第二个部分呢，是一般的安全帽，其实在这个静坐设计上面呢，它会是比较多是塑胶磨塑胶，所以你开久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镜片松掉了，很容易就掉下来。那这个安全帽它比较特殊的地方是，它是用所谓的这个滚珠的一个静坐系统，它在这个地方它放了一个弹簧跟钢珠在这个里面，所以其实你在开关的时候，这个钢珠就会
减少这一个静坐的一个磨损，所以我们在使用上面来说，它会增加这个镜片的一个寿命哦，会增加比较长的时间。那镜片再洗一洗也比较不容易掉落。最后呢，我想要来总结一下，如果你是以下的几种人呢，我就会非常推荐你购买这个安全帽。第一个，你不想要跟人家一样，你想有自己的风格，那它有非常多的配件可以做改装跟搭配，它有三种模式可以做切换。第二种人呢，你希望你的安全帽可以真正保护到你，那这个安全帽它有同级最厚的 EPS 保丽龙，非常厚。那最后一种人呢，是如果你的夏天骑乘的时候你不想要很热的话，这个帽子一定是同级最凉的安全帽。那这款安全帽呢，它的售价也非常的亲民，你的预算啊想要购买在4000块以内，这款安全帽绝对是你的首选。还想要知道什么物品小知识吗？来下面告诉我。